之颖，认识你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事，所以我会用一辈子最大的努力来照顾你，呵护你一辈子。谢谢，我爱你。老婆，我爱你。谢谢。好，来，大家跟我念哦，这一关叫做“就是爱甩坏”。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一起？就是爱甩坏，然后意思呢就是甩掉坏习惯。秃头会有机会翻墙，什么没礼貌？会掉天身上，没礼貌，一猜就中。没礼貌你嘞，承认了，脚臭，我不承认我脚臭。预备开始。你们会口渴，很贴心，有准备枸杞，最喜欢喝的枸杞，最讨厌就是枸杞茶。对啊，酒包全部吃完，全部吃完，干脆就不要吃把费，吃的都就省钱啦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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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关呢就是像超级比一比这样子。哇！好了吗？好，洞房花烛夜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答对了。开始。笑吧。哎，用偶风的是旁边的声音。哎，口水流出来哦。好，三条线。大家吸一下。来吸一下三条线。个人方式念完它。你不是三棒子吗？耶，嗯，三棒子。老婆购物时要新郎付款，毫不迟疑。老婆外出时要使命必达，亲自接送。好，没问题。老婆，认识你是我这一生最开心的事，我会永远呵护着爱着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。知颖很乖了哈，那思凡我们也认识很久，就是，我觉得思凡也很优秀。那，从结婚以后啊，两个人就是要互相照顾、互相扶持，啊，那家的大门永远都为你们开哈。如果有任何事情，或者是需要，新店这边任何的协助哈，都可以跟我们讲啊。那祝你们永浴爱河。
我照顾得很好。然后虽然要嫁出去了，可是我以后还是想要常常回来，希望你们不要那个觉得我。谢谢。爸爸阿妈，我会用我最大的力气全心全意照顾慈颖一辈子。千金的脾气收起来，百年好合的夫妻就会更真。祝你们永远幸福，互相照顾。这辈子就跟定你了，不结别字了，谢谢。